这没有屏幕啊，导演，我不知道他多钱。对，我给他来个水桶桃。这个一会儿咱们在后面可以现场做一下。陕西脆香猕猴桃啊，哎呀，跟故乡的缘分总是如此的深。去年这个猕猴桃呢，我们当时得到消息之后啊，就是因为当时它的鲜果已经过了这个上市季节了，我们去年收了大量的陕西的猕猴桃，做成了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猕猴桃汁啊，一瓶大概就是当时说得五六个猕猴桃，然后呢不加其他的任何，得八个猕猴桃，当然说不加任何的东西，然后呢榨出来那个猕猴桃汁啊，就具有猕猴桃本身那种鲜爽的口感啊，微微的酸甜，非常受人喜爱。今年的时间正好，现在给大家带来是陕西脆香猕猴桃。脆香、徐香是两种品种啊。这个徐香其实就是徐州农科所他研究的啊。然后脆香它的特点呢，可能大家如果买回去的话，你会发现你也会很喜欢。脆香的熟了之后，它这个特别的软，特别的细腻，口感特别的细嫩。而且这个猕猴桃，如果大家发酵，就是在家里头，你熟的时间长了，有一股发酵的味道，淡淡的酒精味，正常啊，这个就已经告诉你，说明它得赶快吃了，再不吃就坏了。熟的速度其实挺快的，回家放几天，如果你嫌它熟的慢的话，苹果跟这个熟的苹果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口扎住啊，因为我之前给大家讲过，水果在熟的时候会释放乙烯，就是你闻到那个香味儿。那个就会迅速的再次催熟这个猕猴桃啊，所以它熟的速度会很快很快。品质很棒啊，因为如果大家去过的话，陕西的主要两个猕猴桃产地，第一个是在这个周至啊，就是给大家讲过原来白居易当县令的那个地方。周至那儿有一个仙游寺啊，就是当年白居易去那儿回来之后写了这个长恨歌。然后陕西第二个猕猴桃主要的产地在这个眉县，那眉县其实属于宝鸡了啊，大家知道当年周武王对吧，周文王西岐就是宝鸡啊，如果大家有空去宝鸡的话，宝鸡还有这个全国应该是最大的青铜器的这个博物馆。宝鸡眉县的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人士，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张载啊。陕西现在有研究这个张载的那个学问的一个学派叫做官学啊，张载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后来这四句话呢，在冯友兰先生的总结下叫做横渠四句啊，因为他是出生在这个啊，不是，他是最后葬在了这个眉县的这个横渠镇啊。白起好像，白起是富平人还是眉县人？导演，你搜一下。好，然后咱猕猴桃的话，今天晚上还有300单了，大果，然后就后来加不了了。大果只剩300单了，对，20枚的是吧？对，20枚大果啊！你看我们的东西真的就物美价廉啊，33块钱20枚，一枚算下来1块多。然后如果是国外进口的那个，那一枚都好几块了。是。到过年的时候，那一枚超过10块的售价，啊。张载去过成都吗？这个朋友问，我现在已有的知识量好像没去过，我随后可以再查一查。你说张载有没有去过陕北，那是非常有可能，有没有去过宁夏是有可能，因为张载当年他一心想要报效祖国嘛，一个士人他的终极愿望就是发挥自己的价值，所以他曾经去找过范仲淹啊。陕西眉县，白起是吧，那我记对着，白起就是眉县的战国杀神啊，大家都知道。然后他曾经去找过范仲淹啊，因为他一心想要报国，所以他想要投仗于这个范仲淹的这个帐下。其实在北宋的时候文官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但是大家知道在唐朝的时候文官的地位非常低对吧，啊，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啊，啊，初唐的这个诗人所写的诗充分说明了这个点，就我宁愿哪怕当个百夫长啊，当个小领队的队长，我都不愿意当一个啊读书写字的人。所以呢在这种文风的影响下，其实你看整个唐代中文风是非常刚健非常遒劲的。然后这个他当时
张载去找范仲淹的时候就说，哎，希望能够投到你的帐下，然后这个范仲淹就说你有你发挥的价值呢，也不是所有人都要投笔从戎的，然后据说送给了张载一本书，据说送给他的这个中庸那本书，中庸是谁写的还记得不？哎呀，导演查一下，是孔子的孙子写的，叫子思，这两天是不是睡眠不足？确实，我昨晚四点多，快五点睡着，就睡眠特别浅，然后早上这个，十点就醒来了，哎，手机昨晚找到了，找到了。现在北京天亮已经5:30，5:30多了，就是天基本大亮。对，6月多那会儿，就是6月20几那段时间，基本上4:20天就开始灰蒙蒙就亮了。你想，几乎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了，快。我为啥记这么清楚？因为那会儿我还没有睡着啊。Basically every day， OK。猕猴桃右下角还有啊，喜欢的朋友大字去拍吧。现在只有24枚的了。只有24枚的，20枚没了是吧？导演说今天这个猕猴桃卖的非常好。对对，1万多单。卖了1万多单了。是的。啊、挺好，这最近可以拿猕猴桃多排一排哈。好。因为这种果子上市时间很短，你不卖他们可能，它具有很大的这个仓储压力。卖不完的呢，最后几种出路，第一个要么低价你卖，然后呢，第二个就像做成果汁，其实很多人以前就说好果子不做果汁，其实也不是，像品质好点的果汁，它对原果售价，这个品质要求挺高，我们去年呢就收的这种成品商品果，果子小了，那个机器它剥皮的时候很抓不到这个果子，所以还不能小。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最后可能就放到冷库里头，这个不着急买，但是一旦放冷库里头，它储存的这个成本就高了，所以它售价就不可能太低。这啥？西梅果茶。西梅果茶。新疆喀什。你说喀什，这儿写啊，位于我国西北，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你说它昼夜温差得有多大呀？去过没你们？没有去过，然后咱在这给人讲，是不是有一点空口无凭？那宇辉去过吗？所以说咱即刻启程。我要不去一下新疆？现在买票，走。今天周几啊？我看一下。手机先看到哪？周三。今天是周三，要不我从周六开始休个假吧？休到9月1号，可以吧？休个7天。行。去一趟新疆。录屏发给。行。商量好了可以吗？咱刚商量的嘛，你说那对不对？对吧？新疆喀什昼夜温差大，不知道有多大，没听说过，对吧？你说咱刚讲这个周至宝鸡眉县，那去过好多次了，新疆喀什不知道，空口无凭啊。做学问最忌讳的就是纸上谈兵，纸上得来终觉浅，下句是什么？查一下啊，非常好，要躬行啊，得去啊，好吧，商量好了啊。这个吃点西梅，咱先睹物思人。睹物思人，今天是23号，今晚明天后天，好吧，明天后天正常上班。下周呢，咱就不见了，可以吧？休想啊！大家都说休想，把休想屏蔽了，快点！休想屏蔽了，快点，导演。行，让我看不到反对的声音。啊，我这人就擅长自欺欺人。啊，就测试只能刷统一。哎。把所有的汉字全部设置屏蔽词，只留了两个字叫同意。同意。嗯咱刚商量的，你现在反悔，你还有没有契约精神？是不是？好吃啊！但这个就是适量。这茶里头都放了啥？蜂蜜。还有西梅。还有这个冰，喝完之后发现确实多此一举啊，还是直接吃西梅这个风味比较好啊，因为它的这个甜度啊，汁水啊，和微微的一点点啊，就是小到很难去捕捉，需要用你的味蕾仔细去体会那种酸。就这个可能它不能一次吃太多，不建议一次吃太多啊，两个就到头了，到手50多个啊，到手50多个一天吃2个，吃20多天，可以可以，
伙伴分着吃，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没有小伙伴。没有小伙伴，同事呢？同事关系不咋好，不跟他们分。咱去新疆那就需要改善关系了。嗯嗯，明白。分享一下。不用说，吃多了主要是费钱啊，40块钱，50多个，对吧？一个8毛，这会儿吃两块了，是吧？2.4块了，第三个了都。就是到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不然你一会儿。嗯，咋还骂人呢？咱刚商量的，你现在骂人。嗯，鹏哥，你去吧，我要吹风机上一下，导演上一下吹风机有没有？吹风机过两天，过两天上。大家把要的品赶快评论区发一发，然后导演你明天后天赶快上。好吧，赶在你去喀什之前，因为咱刚商量，我下周得去喀什，是不是导演？是，咱们去新疆的。你们几个都听到了吧？听到了，对吧？现场投的票嘛，是，全是同意，全是同意，啊！竟然这次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啊？做到如此的高效，哎呀，真的是灵魂共鸣啊，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嗯。嗯，这个浏览啊，经典浏览250号人浏览来喝浏览，这牛奶还有800单。你看这个方言真的非常准，一过了秦岭，到了汉中，好多人就分不清乐和乐了，他会就说浏览，就是语言的习惯，嗯，而且他觉得自己说的非常的标准，我喝。董宇辉，你不要再嘲笑我说的就是牛奶啊！我说那是牛奶，他说我说对了。我说你说的是牛奶，他说我说的就是牛奶。我说对，你说确实是牛奶。啊，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牛奶来喝牛奶。嗯，福建湖州人，再往南就 FH， 分不清，就是方言里头就有很多的这个特点。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啊！你看贺知章写乡音未改啊。乡音不要改，改到最后没有特色，对吧？啊，所以这就是董宇辉直到现在镜头前直播啊，仍然带有浓重的这个陕西方言味儿。每次别人批评他的时候，怎么能改呢？乡音未改，啊，而且你看一下，对吧？这大佬说话都有方言味儿。你听于老师，北京都生活了这30多年了，一张嘴还是呢，哎呦，于老师还以为自己说的很标准呢。嗯，更恐怖的，他以前讲的是英语呀。啊，像班里那些学生跟着学这样的英语去参加了考试，吓人呐！所以主要的是自信，流畅，流畅到对方都怀疑自己，他这么自信，说的这么流畅，肯定是我自己出了问题，他没有问题，吗？很多朋友问咱们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日期是7月份，7月份的，它的保质期是半年。Okay, 6 months all together for the shelf life. 保质期呢？导演，你把那个单词那个单词给我。对，因为一般情况下有一个单词就是过期，就是 expire。Usually you can use this word expire date, and also you can use another word. 过期就这个单词叫 expire。但是有usually you can see expire date on the bottle of drinks, milk, or kind of stuff, yeah, I don't know.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shelf life， 它可能就听起来更简单，而且更形象。shelf 叫什么意思？就是架子。life 呢叫生命，所以你想一想，能放到架子上的生命就叫做 shelf life， 就是这个商品在货架上能放多长时间，不就是它的保质期吗？所以 shelf life 啊，你也可以用来说保质期，而且它是一个更加形象的一种说法。Shelf life. So shelf life for this product, this certain kind of product, 6 months altogether. 我说你们卡不卡？我很卡，他们也很卡，已经卡了很久。从过年以后就逐渐开始有朋友反馈在卡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卡到现在。
抖音在积极的解决，给抖音一些时间啊。对，都卡的剩5.8万人了，还多。跟那个没啥关系，就是卡。你牛奶还有800单。抖音，我们在等你。嗯。牛奶是吧？800单。好。哎呀，评论区好多朋友都在说卡牛奶，对，就是牛奶。我们现在真的讲已经没啥可讲了啊，从牛的驯化啊，到为啥以后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从人类的蛋白质获取来源啊，能讲的都讲完了，受不了每天说呀，说到最后真的感觉口中寡淡啊，再说的话都说白了，那咱就直接比比价了。比比价吧，就是浏览这个是不是下面不能展示？可以，没关系。就是通常来说，你可能买的价格是50-60块钱一盒，是，一箱，嗯。但是，但是现在呢，119.9块，就是接近120嘛，对吧？你差一分钱元儿。然后买三箱，一箱12盒，一共36盒。一盒3.3块。一盒3块多啊，3.3块。朋友说会会9天，哪有9天？哇，你这现场造谣啊！我，那算了，我明天后天上班呢。昨天不是上班了？对呀、啊，我已经老老实实上了一个月班了，是不是？是。每天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啊，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肯定贪黑了。贪黑是肯定贪了，啊，睡得早。然后起得也晚，对吧？这些跟我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也有这个一个愿望，我想去新疆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占国土1/6的面积。牛奶还有100单，反正加不了吧？也只剩100单了，加不了的。天山山路的平缓的草场，哈密的第一抹阳光留下刮过的香甜，秋天的时候新疆的长绒棉吐出棉絮，犹如一朵朵落在地上硕大的雪花。哎呀，这些地方我们还都未曾见过呀，哈哈，没见过，何时去看？不如这个周末吧。巴音布鲁克，魔鬼赛段之王。得去，嗯，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咱刚商量好的呀，你忘了，你也参与决策了。观众朋友们都想骂人了。你自己在镜头前说的，谁跟你有关系？这个29.9块是一桶啊，59.6块是两桶啊。这个坚果里头包括什么呢？ A variety of nuts, OK? 啊哈。核桃、巴旦木、腰果。占到60%，啊，坚果占得多。众所周知，坚果的价格通常会高一些啊，所以如果坚果占得多的，它可能一般售价会高一些。有的坚果其实就看大家里头买什么，有的比如说它坚果占量少，然后葡萄干特别多，那就可以便宜，因为葡萄干就相对坚果来说价钱是便宜一点的。再一个，就比如说这个坚果的大小，我举个例子，像腰果它是有标准的，大腰果就贵，小腰果就便宜，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新鲜程度决定的。举个例子，比如大家买的开心果，开心果的原产地是伊朗，但实际现在开心果等等这些种植面积特别大的反而是在美国加州。大家说美国其实也是个农业大国，而且是个农业强国，就是从事实的数据上来说，它的很多东西的产出都特别多，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家所吃的开心果实际是从美国进口来的。然后呢，进口的这个新鲜程度也直接决定了
就原材料的新鲜程度也会决定它的价格，有的如果放的沉的久的，那它就会降价。这个里头再有红葡萄干、黄葡萄干、蔓越莓干啊，所有的蔓越莓干和这个蓝莓干，大家在吃的时候它都是要经过调味的，因为原模原样那个蓝莓或者蔓越莓你是吃不下去的，太酸了，甚至又酸又涩的，酸涩感非常强，难以下咽。虽然它营养很丰富，所以一般情况下大家在吃的蓝莓干啊和蔓越莓干，它实际都是有这个白砂糖、植物油和蔓越莓啊，或者你吃蓝莓干也是，一般它的配料就是白砂糖、植物油和蓝莓干。喜欢的朋友自己拍啊。建议原拍两块，两块是包含一个下一锅。两罐的话包含下边一锅，一袋就不包含了啊。对，买一还是买二，看你自己的需求啊，都行，都挺好。嗯。哎呀，不好意思，这个碰到了。正在给大家推荐的是红枣核桃黑芝麻丸。哎呀，你听这个名字都让人喜欢。Jujube， 大家还记得吧？给你教过红枣英文单词 ，red date or jujube， 红枣。黑芝麻经过烘焙，然后你咬破了这个外壁之后，有一种非常浓郁的专属于黑芝麻的香。这种感觉就像你在元宵节的时候咬了一口软糯细滑芝麻馅的这个汤圆一样。嗯，芝麻馅芝麻的味道盖过了其他的味道，当然你也会知道其中还有红枣和核桃啊。严选鄱阳湖的黑芝麻配料表啊，黑芝麻添加量是 43%、所以接近一半的黑芝麻，麦芽糖纯液啊，是这样子，然后红枣添加量大于 14%， 核桃仁添加量大于 14%， 剩下有蜂蜜和桑葚粉。芝麻丸是不是独立包装？就是这样子的，它必须得这样独立包装，要不然粘到一块去了啊。对，一箱里面是28到30克，最近有访谈吗？最近有一个在沟通，但不知道能不能确定。你放心，有工作咱工作优先啊。这个不甜，大家担心甜的吗？那不是很甜。对，不是很硬，它的这个软硬程度恰到好处。因为芝麻嘛本身可能它就不是特别硬。对，据商品宣传所说，四颗黑芝麻丸钙含量约等于一杯牛奶。当然很多朋友这个也知道，如果从饮食的专业角度说，芝麻也不适合多吃，因为它油脂太大了啊。每天吃上一两个可能我就估计也就够了，或者你吃上四个，对吧，一杯牛奶的钙含量也就足够了，吃的再多也不太适合。有朋友说董宇辉刚说了什么参与了什么刚进来啊，我们刚刚决定让我从周末开始休几天假，然后大家一块儿参与投的票。沟通什么没听到？现在听到了吧？他们说我这两天工作表现很好，态度很端正，然后很认真，所以决定对卖货很积极，所以奖励我几天这个休息的时间。众望所归，我这也就半推半就吧。因为我要拒绝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些朋友他们也会难过的。勉为其难，成人之美。对，勉为其难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准确，就是完美的体现了我此刻的心态。就是拒绝他们呢，我感觉很难受。答应他们呢，算了，我委屈自己就答应了吧，勉为其难。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我一直在用这些话来激励自己。
感谢感谢感谢，都在芝麻碗里了。那尝一个。都在芝麻碗里。无以回报。把不同意不批赶快屏蔽啊，你们干啥呢？我这还有想得美三个字赶快屏蔽啊，你在这发呆。嗯，勉为其难吧。嗯，说是众望所归，勉强可以答应。黄袍加身吧。气氛轰到哪儿？对，顶到那儿了，不接受不行。啊，就像那个芝麻碗。对，干了。有一点但还行。嗯。因为它软硬适中。对。它这个把核桃已经碾碎了。不是特别细碎，但是核桃小的核桃块。然后芝麻应该也经过一些翻炒。所以它的这个外壁呢其实现在不坚硬。嗯。里头有这个麦芽糖醇液啊。一箱二十八到三十个，两箱啊，两箱啊，三十六块就两箱啊。对对，哎，那我买两。一箱。嗯，我以为一箱呢，我说。两箱其实能吃很久的。很多朋友说董宇辉抠抠搜搜的。三十六块九两箱啊，两箱，一箱是二十八到三十个，一箱是三百克，两箱就六百克，对吧？四个还相当于一杯牛奶，六百克，可以，你就买芝麻，芝麻本身也不便宜，鄱阳湖的芝麻可能价钱更贵一些。小时候呢，这个我们家里种的芝麻，到秋天收了回来，在一片平地上。然后把那个芝麻的杆架起来，像一个火把一样那样。经过太阳的这个暴晒呢，它在正午的时候，芝麻的那个夹，就是它像一个什么？我应该怎么给你画出来芝麻那个样子？我画的不是特别，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长在一个芝麻那个棍儿上。但算了，长得可能不是，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它是四个瓣儿，四个瓣儿，然后一晒，啪就炸开了，像瓜子一样。啊，不，四瓣瓜子。它是像一个长方形或者菱形那样的一个，对，像一个水晶那样的形状一样，略微有点像。一晒，啪，然后芝麻就炸出来，有白芝麻，还有这个黑芝麻。然后芝麻平常，比如说要。做一些蒜汁儿啊，然后上面弄一些黑芝麻、白芝麻，还有一个每年芝麻收获的时候，我母亲会做的一个东西啊，你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试着做。买的面粉，你先把它上锅蒸一下，就上锅干面粉直接蒸，这时候就蒸熟，蒸熟了之后呢，之后把那个捏碎，然后用一个过的那种像筛子一样的，它下面有很细的那个细网，筛一遍，确保筛下的面粉都很细。这时候再拿这个面粉呢，在锅里倒油去炒，然后再拿已经烘焙熟了的啊芝麻、花生碎、核桃碎等等放在那个里头跟面一块炒。有的地方把那个叫炒面，它不是炒细面，它是那种用水最后一冲，有地方把那个叫油茶，就那样做就行了。然后最后你蒯上两勺，然后用热水冲，它就是那种糊糊跟浆糊一样，但是很香。小时候妈妈经常做那个东西吃的，对，有地方把那叫油茶面。徐小鹏自己拍吧，这个已经讲了很久了。是的，一万单已经全部卖完了。一万单全部卖完了。这波已经卖了五千多单。OK。我说这娃啥也知道，咱都会做，咱会做，开玩笑呢，导演。对。改天给我安排到一个能做饭的地方，
就今天。然后你给我找上面粉，找些芝麻，找些花生那些，我现场教大家。就你把原材料也卖，然后我教大家做，然后大家回去自己做，自己冲着喝。早上起来冲那个喝很舒服的，因为它很好消化呀。自营蓝莓纯制，哎，我最近每天下午都在喝这个。他们之前产品经理给了我一箱，自营蓝莓的这个产品经理之前一直答应我说，我们可以去宿营。然后溯源，然后呢，这个蓝莓呢，它在黑龙江，还能跟去山里搭兴安岭，还能让我去看驯鹿，嗯，然后完了再去溯源一下蜂蜜。我说那紧接着那，对吧？虽然你们不是一个这个产品经理负责的，但是我可以把大米也溯源一下。答应我好多，啊？咋了？这些过期了？不能打，不能后面二维码。啊，后面啊，后面二维码，谢谢。可期待了，你知道吗？啊，内心充满了期待。我还想，那我要完了之后再跟池子健老师吃个饭，炖个鱼，炖的黄鱼，那鱼块那么大，那鱼可香了。结果到现在都没去成啊！我估计现在大兴安岭可能温度已经开始逐渐要降低了。没事 ，It's OK， 我不展示了。Cheers， 为我们今晚高效达成的一致意见。干杯，好吧。虽然刚才你都没有听清楚我们在聊什么，但是出于信任，出于对评论区其他朋友的信任，你就坚定了行使了你的投票权，选择了赞成。不得不说，这是所有人的心声。虽然是鲁莽下的决定，但此刻看起来是那么的睿智，充满了光辉，智慧的光辉啊！敬你。属于众志成城，啊！你一票我一票，哎呀，你一票我一票。哎，宇辉今晚都能播出笑，是这样啊？为什么喜欢喝蓝莓？嗯，这个相比以前那个就不是特别酸，它酸甜的恰到好处。啊，然后又因为一般下午坐在办公室的口中寡淡，喝一袋这个，大家又知道这个蓝莓里头呢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OK， it is known， please， this is the truth， right？ 我刚才本来下午特别难受，因为昨晚睡时间特别短，还一直醒，下午头疼，然后产品经理给我兑东西啊，晕乎乎晕乎乎的，最后呢，这个我躺在沙发上。戴个眼罩，大概眯了半小时，醒来之后感觉，哎呀，浑身充满了力量，本来就逐渐在恢复我的体力，然后刚才收到了大家对我这种，啊，接下来一周工作安排的这个建议，振奋人心啊，啊，我本来想用晴天霹雳，但我也想不对，这叫出门见喜啊，啊，好，每天一袋啊。哎，我把这喝完，别浪费。不会说没有，没有人建议这个闪啥啥啥，找到他，拉黑了。那怎么能胡说八道呢？刚投票你不在吗？他可能也刚来。啊，我们这有证书的。来，他有这个绿色食品，不是随便说说的啊，绿的啊，这是绿色的，你看，绿油油的。今年月饼，今年一共设计了四款还是五款月饼，适合你吃的，适合老人吃的，然后呢，水果馅的，苏式的，传统馅，我甚至我还给产品提了几个要求呢，啊，他们还按这个再增添了几个馅儿，等着吧，马上就出来了。你休几天说一下，你看你这话说的搞得好像是我要休假一样，我这刚才也是被大家的意见所绑架了，我在这卖货卖得好好的，评论区就说董宇辉休假，董宇辉休假，呼声特别的高，
就是你们评论区虽然无法发语音，但是那一刻你们的沉默震耳欲聋啊，对吧？我最后只能顺应时势，啊，满足一些朋友的这个呼声吧，呼声，真的是呼声，呼声，架在那儿下不来了，半推半就吧，最终属于，嗯，众望所归啊，黄袍加身那种。就是你问他们，他们定的。我说蜂蜜还甜，比呀，这甜得很，甜过初恋啊，可甜了。有一个朋友说不要五仁，下面朋友说爱吃五仁，你们俩决战吧，啊，我们在这看一下谁赢。不爱吃五仁，我一开始也反对，我说要什么五仁啊？产品经理据力争，这可是苏式的灵魂，我说你再别抹黑苏式月饼了，啊，咬了一口。最后呢，在这个反复的讨论下，最终办公室甚至产生了一次投票，啊，就平常跟我一块工作那几个同事，竟然同时选择站立我的对立面，啊，坚持要求五仁月饼，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喜欢，还是单纯的只是不想让我开心，但是在我的反复坚持下，五仁月饼去掉了青红丝，加上了玫瑰花瓣，你很失望呀？我给你单独做一款纯青红丝馅的。你他竟然说可以，这孩子太重口味了，怎么会有人喜欢吃青红丝呢？哎呀，还好好吃呀，嗯，没出啥好，没出啥好东西。这款蜂蜜平时大家一直在问，上五仁里头去掉了青红丝，把青红丝给你换成了云南的玫瑰花瓣，阁下以为如何？啊？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这个就是苏式那款里头，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味道是什么？松仁玉米，本来他们就没有这个味道，是我要求加的。我说我能不能加一个松仁玉米馅儿的？最后加了，很好吃。等着吧，哈哈，羡慕去吧。拿蜂蜜拍一拍啊！蜂蜜拍一拍啊！绿色食品。嗯，对。然后还有一款专门适合年轻人的，里头有什么生椰拿铁，蓝莓芝士，就这种风格的。下面有一款我们的首发，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东方甄选自营品啊，然后呢，这个红薯干，因为我们之前在给大家带来红薯干的时候，一直发现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很多朋友为什么喜欢红薯干呢？第一个，它很方便啊，这个小袋包装 individual package， OK， 它随身携带 ，it's very easy to carry with you， OK， it's portable， and also， 它还能迅速给你补充能量，就这样撕开就行。红薯干呢，黏黏糯糯，然后如果你想吃口感更软一些，放到微波炉里稍微叮一下，它软了之后肯定会更黏、更糯、更软滑。原料只有一个东西 ，the only ingredient is sweet potato itself, right? So it's clean, no worries about the food safety. 它的配料就只有红薯，所以吃起来也很健康。经过三蒸两烤啊，因为大家知道，南方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北方其实好多人也做这个。小时候我们做这个红薯干是蒸熟了之后，然后出来晒。第一次蒸呢，它的甜糖分对吧，散出来。然后晒完之后呢，这个变干，回锅再蒸啊，这时候保证它的这个筋道，然后再晒完了之后再蒸一次，最终保证了它整体的这个色泽等等。当然现在要大面积生产，晒完之后一般颜色会偏深，因为大家知道迅速氧化颜色会特别深，不是特别好看。我们只是想让它脱水而已，那除了晒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烤一下，低温烘烤一下。所以这个红薯我们是经过40 hours, OK, 40个小时这个 processing, 然后在过程中蒸三次烤两次，所以保留了红薯这个很黏很糯很甜啊很润的那种口感啊，但同时它是去皮儿的，而且大家知道这种一般要选品种特别好的红薯，因为它第一个无丝啊，第二个它的甜度好，
然后相比普通的这个红薯干呢，我们这个红薯干做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啊？它的含水量更低。坦诚来说，可能比你平常买的一些红薯干吃着会稍微口感硬那么一点点，因为含水量少。就通常大家可能买那种含水量在40%多啊，这个的含水量可能也就是30出头吧，好像说是。所以就7:1的一个。对，当然这个7:1倒不是单纯因为水啊，然后因为它还要这个去皮。然后还要比如把两边的这个不好这个太细的部分全部削掉，然后它在削皮的时候可不是说像土豆你只削薄薄的一层皮，因为你要去掉有时候上面这种它长的这个坑坑洼洼的疤痕，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皮是去的比较厚的啊，所以整体做下来7斤的鲜红薯可才能做出来这样的啊1斤红薯干。大家如果自己家里做，可能一般情况下有时候可能这个4-5斤做一斤，但如果说这种商品的它对整个的外观啊要求高的话，这个含水量低的话，可能甚至就这个6-7斤出一斤的。当然具有甜味儿，是红薯本身的甜啊，但是它没有再次添加这个其他的甜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一般情况下油比较重的、盐比较重的、糖比较重的东西，相对来说人会喜欢。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为什么年轻时候我们喜欢吃快餐呢？油重、糖重、盐重。所以如果是为了好吃，其实你可以给里头加糖、加蜂蜜，但是不符合健康生活的。不符合健康生活的理念，所以我们这个红薯干的配料里头就是只有红薯啊，没有加糖也没有加蜜。哎，你如果真的那么吃甜，你可以自己加，好吧？有朋友问健身人士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脂肪含量还是比较低，对，只能说脂肪含量低，嗯，而且它的能量其实也不少，就相当于是一个100克是1353千焦，这算高还是低？我的教练告诉我算比较低。你教练是蒙古草原上的博客手吗？俩人一顿吃一只羊那种吗？啊，还有600单了，还有600单，一下3000多单没了。但是它确实好吃，你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在我持续的影响下，持续的反复念叨下，也开始那种下午办公室这个养生壶煮上一壶这个普洱茶或者红茶，但你只喝那个茶呢，感觉口中有点寡淡，但是下午你又不想吃太多，因为吃太多你晚上又不饿了，对吧？导致一天都没有一顿正经的饭，可能一个红薯干就是恰到好处啊，甜甜糯糯的也让自己很舒服。这个也可以跟同事一起去分享。这么快吗？对，因为我们首发只有4000单库存，全部卖了。哇，算是大家比较受欢迎的一款产品，成功了。他为啥只准备4000单？有点少了，我感觉。对，因为他们前期备货。月饼很快了，很快了。然后呢，当然这个我也提前给大家沟通一下，好吧？就是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呢，保质期能长一点，90天，但是得加防腐剂。第二种不加防腐剂，保质期大概60天。然后，你如果介意它的那种，可以提前预售。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立马给你发货，你拿到手可能也就只有2-3天、4-5天这样的生产周期，但它总共保质期60天，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60天。加防腐剂90天，你要哪种？就是你们可以选啊，因为你们是消费者，你们的最终意见很重要。我这两天还在跟产品经理沟通着呢。全脂奶粉，49.93块的，哦，那这个价格很实惠的。这是哪儿的奶？内蒙的是吧？是的，配料的只有生猪。OK， 那估计就是内蒙的朋友对这个品牌会很熟悉。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自己熟悉的这个奶粉的品牌。我们小时候喝那个大头娃娃，秦勇，大头娃娃小时候喝过。后来我后来再喝的那些奶粉，后来就是三聚氰胺了。啊，所以这个，当然现在大家对这个奶粉的安全啊，食品安全关注是非常非常多的。内蒙它的特点就是奶源好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国标19644，保质期18个月。很简单，
就是跟配料表一样。对，就是包装简单点是好事，不至于把过多的东西用在包装上。配料表就是只有生牛乳啊，啥都没了，就是奶。我收到了，我看到大家了，这个不要大家，那说明我这个揣摩大家的心思揣摩对了，我擅作主张，今天给产品经理说的就是60天足够了，大家月饼那两天就吃了，你帮他做90天干啥呀，没必要。一包里头一共多少小包，给你数一数。你看你这就这我没法发挥了，对吧，嗯。里头多少小包呢？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九包、十包。十包。这个价钱是比较便宜的，对于奶粉来说，对，到手就吃了，60天足够了。然后悦诗故乡民呢？今年还会有，但是它整体的包装等等它会有一次升级，包括配料啊等等，就是越来越卷越来越卷。然后大家喜欢那种流心的呢也会有，然后还要有一款苏式的，还有那个冰皮的啊，然后还有那个榴莲的。嗯，你们小时候这样吃过没？我天天偷吃。天天偷吃是吧？嗯，因为家里也没什么糖果，这个确实生吃。但我吃的那款是加糖的，这款就是生吃。我们小时候吃的都加糖了。对。吃完之后呢，嘴上一圈全是奶粉，然后我妈问谁把奶粉吃，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没有，嘴一圈全是奶粉啊！就由此可见，小时候是多么的手段低劣。我说我女儿就这样吃奶粉，她喜欢浓郁的口感，啊，吃奶粉喜欢浓郁的口感，啊，人生经历呢也喜欢有那种比较强烈、比较刺激的人生经历，啊，她要去爬高的山，吹寒冷的风，看辽阔的草原，她要在短暂的一生内体会足够多的这种人生的经历。啊，所以在同样的年龄，他在回首人生的时候，每一天都过得那么丰富，那么有深度，而这就是他喜欢生吃奶粉的原因。这孩子以后能成事儿啊！我跟你说呢，赶紧买一袋回去生吃吧，让孩子吃啊。六袋装的其实更划算，六袋装的更划算。对，行行行。只有400单吗？哎，我试一下这个。我给我爷爷一直买的是一个新疆的奶粉，可以。然后他一直在喝那个，没了吗？这个确实快没了。六袋是吧？哎呀，你下单了，已经下单了。而且这种奶粉有个为啥你知道到手上用舌头舔不？因为它没有办法大口吃，大口吃容易噎着，容易呛着，太干了，粉质太细腻了，太细太干了，所以为啥放手上舔呢？倒不是因为这样吃着，朋友说你这样吃着膈应，这样吃就是能吃的慢一点，不至于呛。而且小时候大家知道显眼包吃东西一定有个特点，得在一群小孩的注视下，哎呀，我妈给我买这个。哈哈，就得吃的膈应人，得让所有人看见你就恨，知道吗？那个产品那个东西吃着才香啊，自己在家里偷偷摸摸吃不行不行，那样不好吃啊。我说要羊奶粉，导演找一下，我们之前其实给大家找过羊奶粉，月饼马上就上了，大家别急好不好。看来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啊，这个非常期待节日的氛围啊，今年可能是很多朋友连续这几年里头第一次能回家过中秋节。你想去年的中秋他还不能回家呢啊，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嘛，众所周知的。29.9块一共有20包。对，就是便宜。对，嗯，4层加厚。4层加厚，喜欢朋友自己拍吧啊。
但是这个虽然是四层加厚，但它跟平常大家买贵一点那种四层也没有办法比，但因为它便宜啊，就是性价比，嗯，实惠，你擦手你也没有必要把那纸做的跟布一样结实。对，就是我之前在给大家提一个观点，就是很多商品它会疯狂的卷性能，但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必要那样的性能？很多现在商品使用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它的性能已经过剩了。嗯，为自己生活所服。对，就是你满足你的需求就行。有时候你付出了高昂的价格，可能高的好多钱，然后买了它多余的性能，但实际你自己压根用不到。就像买汽车，你非要买那种百公里加速在四秒内的，那太快了。就。然后你大多数时间在路上是堵着的 ，useless， OK。而且你知道，像机械的那种发动机，它比如说百公里加速，只要在6秒以后啊，它每往前提升1秒，然后这个车的售价就会提高很多很多。大家可以拍一拍我们纸啊。有个朋友说买了松茸怎么吃，给我讲一讲。一会儿教他怎么吃，对，一会儿宇辉教他怎么吃。谢谢啊。好人一生平安。这个朋友也是投了同意票，对，赞成票，你一票我一票。就是这个朋友刚说的，我得去一趟新疆看看。对，就是他，就是这样的好人啊，君子成人之美啊，他就知道我想要什么，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别人考虑问题 ，considerate， OK， good guy， thank you so much， respect， OK， 谢谢。红薯干已经买完了，朋友们。可能是突然刚不卡了，进来了好多人，然后问今晚不是首发红薯干吗？卖完了已经。啊，朋友说拉黑他好吗？你怎么能那样对待他呢？他那么好，我们家哥哥那么努力，那么善解人意，真的是。啊，你结果你要拉黑他，你听听，你说这是人话吗？你听听。怎么能说出来这么冰凉的话呢？导演，快点！有朋友在问了，骨传导的那个耳机啥时候上？你们给个准话。我28。你赶快，别磨叽，磨磨唧唧。赶快啊！这个正在给大家推荐的是牙膏，69.9元。然后4支，这个牙膏平常你买的话，可能这一支就好几十了啊。就通常情况下，那天说这些所有牙膏加起来，通常的价钱是200多啊，但是现在就是69.9元就可以买到，所以说明他们确实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但其实也由此构成一种消费习惯，就大家就在直播间70块买一堆啊，你偶尔的那种购物习惯，很随机的想到什么买什么，反而现在来看。是不划算的，嗯，需要的朋友大家自己拍啊。这个牙膏里头一共有几种？第一种是 Oral Shark Refresh， 这里头有乳酸奇杆菌、副干酪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嗜酸乳杆菌 ，OK， 这就是一些益生菌啊，然后会帮助清洁你的口腔 ，OK。在口腔清洁液里都有。Yes， for 12 hours。然后这个里有酵素、益生菌、氨基酸和木糖醇啊，清新酵素牙膏 ，OK， 你有2个。然后这个刚才呢也有2个 ，and also 还有。This ultra whitening 就是能够，对对，有证书了。我在想怎么换一个词说，那有证书就可以说了啊。对，增白的 ultra 叫做加倍增白的，特别能增白啊。我在读他的产品这个证书啊。对，抖音你别害我，嗯，详情页里头啊，增白的。然后还有两，这是清新的口气的酵素牙膏，小的，这个可能就是出差使用，便携装 ，OK， 便携叫做 portable，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单词啊 ，portable， 能带走的。
able 就是能够， port 就是什么，叫港口。你想你要搬家了，带着东西坐船要去另一个国家了，对对吧？英语单词发源英国嘛，那岛国啊，你从港口能带走的东西就是便携的，你把你家的汽车带上，床这个床子带着，床垫带着，对，房子带着，带不上对吧？但是牙膏你装口袋里啊，包里打开包里放了一些饺子、醋啊、蒜 ，portable。但如果说经常吃饺子跟蒜的话，可能经常吃饺子和蒜的话，那你这个生活确实比较幸福啊。嗯，还是有效的预防色斑，尤其是这个爱吃饺子，尤其是爱吃这个饺子时候剥蒜的朋友啊，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生活太幸福。哎呀，那吃完饺子吃完蒜不刷牙，出去，哈哈，闻到了吧？闻到饺子的味儿了吧？啊，这家里情况好，嗯，天天吃饺子，得吃，不吃钱花不完啊。牙膏需要朋友自己拍啊，没事，大家别纠结啊，别害怕。好多朋友在评论区每天其实都为了董宇辉啊心惊胆战，不重要，好不好？你们晚上在这里放松放松，听我聊聊天扯扯淡就行了，那些无所谓啊。本道疏通剂，欧洲原装进口。Oh really?Excuse me, I was sneezing, I'm sorry. So I turned off the microphone just for a minute, okay? This one, no, I cannot find English introduction, I'm sorry. How to use, yes. 怎么使用 Product suitable for unclogging pipes. Open the safety cover and carefully pour about half of the bottle contents into the drain to unclog. Let it act for 5 minutes, then pour hot water in abundance. In cases of very clogged pipes, the operation should be repeated. Okay? Attention, do not apply the product on surface and or pipes ofAluminium, 如果是铝的管子就不能用了啊。Golden, 金的管子也不能用。Or other non-resistant to strongly alkaline products. 就是啊，他这有，不好意思，有中文。不仅有中文还有报告。哎呀，贼尴尬，读了半天发现有中文。丢人现眼，显眼包。实时翻译的。哎，咱可以实时翻译，但是我发现这旁边是有中文的。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做个实验。产品适用于清洁长时间粘附于管道上的脂肪、头发、纸张等。哎，这不是这个英文的翻译，它这是实用方法。打开瓶盖，向管道中倒入本啊，这个是翻译对，向管道中倒入本品，这一次倒一半瓶儿啊，倒半瓶儿，然后至少等待8到12小时以上。Oh really？ 这块写的是 5 minutes， please。8到12小时就是会完全清洁，基本上，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猛烈，它是比较柔的那种，润细无声。OK。如果说补的，这个厂家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翻译是自己翻译放飞自我了还是啥原因？在英文里头写的是 "Let it act for 5 minutes and then pour hot water in abundance"， 说让就是把一次倒半瓶倒到管道里，让它自己反应5分钟之后。大量的倒热水 ，OK， 这是 according to the English introduction， but in contrast， 这个中文的介绍说的是至少等待8到12小时以上，那就是晚上睡觉前倒，第二天早上起来用。其实建议是8到12小时，是吧？然后根据管道堵塞的实际情况，时长可适当还延长。哎呀，倒了3个月才想起来去冲，然后倒入大量热水，如果管道非常堵塞 ，repeatedly use，OK，、okay? 就是重复使用。使用小建议，洗菜池建议一次用
二分之一瓶。洗菜汁就你厨房下面那个，就一次倒半瓶。完全堵死了，对，完全堵死的，等待八小时，建议睡前使用。建议睡前倒进去，不是建议睡前服用啊。然后浴缸呢、洗脸池呢、淋浴池这些也是用半瓶，等待四小时。OK， 因为通常这个时候浴缸等等这个里它不会有油渍，所以可能不需要那么久时间。洗衣机的下水口半瓶，等待八小时。如果是驱虫或者除味，用五分之二瓶。Like 你大概倒这么多吧。OK， 到了这块差不多。睡前使用。OK， 日常养护到五分之一瓶。Like。This much, right? 也是睡前使用。哈、huh. ，OK， 大概就是这些。做啥实验？外面有个量杯，里面是肉，我们模拟在厨房管道的那种堵塞的环境。然后呢？然后静待花开。这没了。再开一瓶。但是根据他这个英文上面的介绍说的是，如果你家里的管道是铝的，是金的，还有金的，哎呀，不要给里头倒。给管道有金的。哦，就铝的管道或者金的管道。但正常咱家里都是那种 PVC 的。啊，塑料管子无所谓。OK。我说，所以这是有腐蚀性。Yes, of course， 他让你这些金属的。Other non-resistant to strongly alkaline products. 不知道这是啥单词，我查一下这个单词。I'm sorry. A new word for me. I'm sorry. I've never seen this word. Alkaline. Ah, yeah. 碱性的。说强碱性的，就是对于。就是不要用在铝的管子，不要用在金的管子，或者其他那些对于强碱类的、强碱性的、弱碱性、强碱性的这一类产品本身没反应的这种产品就不行。厨房啊、下水道都能用啊，所以这是强碱性的。是的。OK。尤其是可能头发的话，我也很适用。下水道，女生喜欢头发很长，然后对。啊，还有一个就是。其实除了用这个之外啊，因为这个长期使用，当然对于下这个城市的这个排水，其实是肯定是会有污染啊。大量使用的话，如果你家里这个卫生间，因为女生洗头发你比较容易堵，我建议啊，因为一般情况下你当时买的那个下水口那块的这个都比较深，所以一般情况下头发堵在里头，你不太好往外抽。你可以就抖音里头搜就行，你买一个相对浅一点的那种，下水口放的那个，啊，那个地漏，对，地漏，放一个浅一点的地漏，很容易整个提出来，然后里头的这个一般都是头发，它就很容易倒出来，然后你再把它扣回去，就它就整个清理的非常方便。原来传统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地漏啊，它确实很深，里头的很窄，头发夹住了之后根本无法清理。那个地漏你随时你可以把它抠一下，整个就掉了啊！你可以买一个浅一点的地漏其实就行了，一个浅的地漏，第一个可能让你清洁起更方便，第二个可能帮这个城市少用了很多，哎，不行，我在卖这个产品啊，少用了很多这类强碱性的东西，它可能对于城市的自来水再次净化污染什么的，可能能，我不知道啊，是不是会做出一点点贡献。朋友说第一次见自己卖货打自己脸，这不是对吧？啊，但是厨房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因为厨房你在洗碗槽确实是有油渍，你可能是会用到它的。OK， OK， 我这个只构成只仅仅是一些购物建议啊，甚至都不构成建议。董宇辉经常卖货，把自己卖，发现自己打自己脸，有反应，对，他就开始起气泡了。静置一会儿，然后可以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尴尬了，我说厂家指定了，不要让董宇辉买。
那我不是想着。哎呀，又到这个产品了，小苍兰啊。香啊。就是说这个鸟到底能不能闻到香味儿这个问题。啊。厂家你别烦我。我就是出于一个老师的职业病。啊，看到什么的第一眼是怀疑。其实这个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行，宁住你自己买啊。就是你在当一个领导的时候，你可能不喜欢那种刺儿头，你干什么他都提出质疑，因为你觉得他在当众挑战你的权威，对吧？人可能不太喜欢这种人，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无条件的服从你的话，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你的错误大家明明知道也无人替你指出，被掩盖了，被掩盖了，被忽视了，或者你的原本可能没有想到的地方，但没有人挑战你，所以你不会进行再次思考，所以你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去允许身边存在一些跟你唱反调的人。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啊，我给大家分享个经验，就是我在当老师的前几年，尤其是在那个校区啊，就是那个班上学生整体，他的这个西安的朋友知道铁一中啊，就在铁一中附近那个校区，就是那些学生啊，五大名校的孩子特别多，还有旁边交大，还有这个其他学校的孩子，他们都是慕名而来，在那块上课的，特别喜欢挑战老师，就你讲什么他都会质问你，他讲什么都会质问你。一般情况下，老师的习惯是啥？要么你讲，要么我讲。你一个人浪费一分钟，全班就浪费了多少时？六十分钟。你一个人浪费两分钟，全班就浪费了两个小时。你说还是我说？这种。就用一种特别无聊、特别粗暴、特别无理的方式打断学生的任何提问，然后进行自己的自说自话。这是我们可能经历过或者见过或者听说过的一种行为。对。对吧？对。的确，学生有时候的提问可能会浪费你的课堂节奏，但请注意，他一定没有拖慢你的课堂效率。所以我当时在第一次被挑战的时候，我说 OK， 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先站起来说。然后呢，他先把话说完，然后我重复一下，我说你的意思是这个有可能是怎么怎么样吗？他说对，我才意识到他不是抬杠，他就是好奇。而且你看这时候的处理方法很重要，就如果你用一种抬杠的方式去责备他、责怪他的时候，他也处于逆反心理，你们俩就吵起来了，从此不可开交，对吧？但是面临他本来可能有的学生，甚至他一开始就是为了出于抬杠，像刘坤这种坏学生以前就是抬杠。这时候你出于尊重他，你说 OK， 我觉得你提这个也有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你先给大家去完整的讲完。然后他发现你在尊重他的声音之后，他反而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和耐心的。Yes， 他也在思考。然后后来那个学生一看就特别喜欢挑战，特别喜欢挑战，特别喜欢挑战。男生啊，很活跃的，不是说全班同学都那样，就那个男生特别喜欢挑战。虽然他挑战的大部分问题是错的，但是他们一般情况下肯定是在难的时候提问。你知道在难的地方，老师总觉得自己讲清楚了，然后一次带过了。他提问的过程，挑战的过程，我可以再重复一遍，学生还不会觉得我在单调的重复，学生理解也加强了。然后那个学生 OK， 他也理解了。那个学生呢，最后他目标一直是北大，我那个班里后来考好几个，他那最后考上了浙大，但是浙大非常好的班。然后他弟最后考到北大，他有个弟，我对那个学生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呢，学生其实后来就跟我经常发消息，我今天其实还听了一个，就是我以前呢，我在西安学校的时候，在这个我还在长安校区，就大家说西安有长安区嘛，古称长安，其实现在西安还有长安区呢，以前说的长安县，西安的南边，然后呢，我在长安校区上课的时候，班里有一个据说是长安四中的女生。长安四中在长安校区里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拔尖的一个学校，那学生呢一开始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但他在我班里就他看着这老师每天就那种激情慷慨不接地气，跟疯了一样神神叨叨的样子，那女孩就逐渐改变。后来他考上了西安医学院，然后呢他现在在新东方兼职嘛，大学生嘛，然后当助教兼职挣点生活费。然后呢这个他给一个老师当助教，但那个老师呢以前我们都认识，所以老师有一次说在课堂上提到了我，然后那孩子站在那里就开始哭了，就出于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一种感动还是回忆起了当时自己在高中那一段热血沸腾然后目标明确然后全力奋斗的日子，总之他就哭了啊。然后说后来呢每次那个老师提到我，他就在课堂上就会流下泪水，就是他就非常感动。
所以我曾经觉得我以前的职业是非常有价值，是非常光荣，直到后来呢，感觉有一天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都。出了中款，因为到了秋天了啊，然后大家可能需要长一点的袜子啊。今天呢，其实这个中款的袜子需要的朋友大家自己去拍啊，它跟之前的材料整体是一样的，70%的棉啊，然后28%的锦纶，还有2%的氨纶。如果纯用棉呢，第一个它容易缩水，第二个呢，其实它没有那么结实啊，因为众所周知棉它耐磨性是有限的。然后所以它整体这些材质混合起来呢，就是既能保证这个袜子穿着很舒服，透气性强，柔和，同时呢，比如你像这里头，它肯定这里头是需要就是那个莫代尔那个东西，松紧适中，哎，它松紧适中，就是既不会勒着你，它又不会轻易的，哎，像董宇辉对吧，啊，站在人央视的舞台上还唱着一别都门三改火，结果袜子其实已经溜到了脚心，好多人看着哎，就是表面风光，实际上袜子就是在脚心里头，就这样自己在镜头前还夸夸其谈，蹦蹦跳跳，回家路上发现，哎，皮鞋前面开了个口子啊，买了瓶5021胶一捏，发现哎又能穿了，本来想换一双，没必要。这个是200针的，200针就是你穿着会更柔软一些，更舒服一些啊。它上面用的就是这个叫莱卡氨纶，大家现在那个就是那买内衣那种莫代尔那种说法，其实就是这啊。它的特点就是这个松紧性更强啊，它能收紧，但是又不至于勒着你。袜头和袜根都是加固的，啊，更耐磨。它也是有一定的抑菌的这个效果。OK， 它有抑菌效果，但是这个我还专门问了产品经理，因为我知道我们镜头前一些朋友他洗完衣服其实直接用烘干机的，可以烘干，但是烘干之后可能就会对这个本身它的纤维啊有一些损伤，包括这个抑菌效果，但是也可能有的朋友对这个不重要吧。如果你本身没有，比如说。也容易诱发脚怯等等这些问题，你可能对这个抑菌效果就无所谓了啊。也是不容易掉色的。对，这个着色度呢，在4度到5度，就是行业标准是3度，绝大多数其实或者大家买到大多数袜子就是满足行业标准就行了。所以使用时间长了，洗的久了，其实会有一点点淡淡的掉色。这个抗菌朋友好奇是怎么实现？它是用银离子，然后织在了这个线里头。银离子众所周知具有抗菌的效果嘛？啊，就像你前两天买那个。拖地机其实它也是用银离子实现杀菌效果的。对，这个中款袜，喜欢的朋友大家自己去拍啊。对，然后今天产品经理还跟我说一个商务袜啊，那袜子挺长，还挺贵，一双啊20多。然后呢，说这个让我试穿一下，啊，材料用的特别好，什么棉加什么什么，还有丝绸，结果一穿它特别光滑。我说那你要想到商务人士是穿皮鞋的，商务人士也是人呐。商务人士也是人，他也得活动，他也得走路，一走路那滑袜子那么光滑，呲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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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头鞋一直滑，那不行啊。他说那现在人商务袜大部分都是这种，因为要用好的材质啊，柔软舒服，透气性强啊，而且售价本来就比较高，你就得用好材料，好材料就是丝绸，丝绸就是光滑。我说那这么证明这个产品不合理好吗？你不能因为别人是这么做你也这么做。我说你至少得让他不至于穿着脚在鞋里打滑呀。然后他们去改了，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把袜子做那么滑，因为别人都能做，不接受。袜子喜欢穿自己拍啊，对，去烧烤吧，去烧烤了。好，导演，你先给哪儿切个，给这个袜子切个特写吧，要不然镜头前没人是不行的。切了，你就回来了。今天其实是我们一个烧烤摊，是的，烧烤摊，真挚烤场。哎呀，挚是那个，我才发现我这个扣子都没有扣。哎呀，谢谢谢谢。因为大家都在问，就是松茸怎么吃，咱
咱一会儿可以来。松茸建议当葱吃。当葱吃。也可以煎着吃。可以煎着吃，其实也可以生吃。嗯。对。水壶就是烧烤时候喝的是吧？就是我们外出露营的时候。对呀、啊，你说在独库公路、丛林、湖泊、山丘、山丘、新疆，在那样风景优美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带一些野炊的工具，煎个松茸吃啊？我绝对按照大家的安排，一项一项的去落实，啊，别着急。咱现在主打一个听话，啊，不粘人，嗯，我考的工具是啥？就这个是吧？嗯，对，咱先介绍保温壶，然后一会儿的话就会有一个以来。啊，还要介绍保温壶呢？对，因为咱就是先带点水。好，朋友说对，这穿的跟小孩一样。这个壶有多大的容量？1000毫升。千毫升。哎呀，这个特别适合这个钓鱼人群啊！对，真是枸杞茶，泡点枸杞茶，一天，一坐一天，一坐一天都过喝。有朋友说，你本来不说我还买，你要一说他钓鱼能用，我打死都不买。你得学会尊重他的这个爱好嘛，对吧？你看前两天不是给你讲庄子呢，给你讲这个老子呢，道家的思想是啥？当然，在这个政治学方面就体现是。黄老学就是这个治大国如烹小鲜啊，别乱翻腾。他如果体现在人的个性里头，就是尊重啊人的个性，然后允许一切发生，就是不要改变人，他本来就是自己的模样啊，自然放松，因为真实所以可爱啊。他爱钓鱼，你让他钓，那就是他的爱好啊，对吧？他就那点爱好，你还给他剥夺了，也挺残忍的。嗯，你跟他一块钓一次，甚至你可能也会爱上。要两款颜色，两款颜色，哎，这头啥时候灌的水？还挺烫的，就是保温嘛。嗯，其实早上就灌了。嗯，我以为是上个月灌的呢。一个叫做天目白，然后另一个是青草绿。天目白啊，这是苏泊尔的。对。牌子，班尼路尔牌子。哼。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啊、哦，这里有这么多冰块。对，放冰块其实它都不会融化的。看到没？这里会冰块呢。不仅保热，更加的保冷。就是隔温呗。对。听到了啊，冰块的声音。朋友说：“宇辉，你重新说一下，我录个屏，我喜欢钓鱼。”哈哈。挺好啊，钓鱼的人呢，他一般具有几个优点呢？比如他第一个很耐心，对吧？啊，因为他可以长时间的等待，他愿意用更长时间的等待换来一次足够心满意足的收获。然后呢，同时呢，他又有克服一些小困难的这个毅力啊，蚊虫的叮咬啊，阳光的日晒啊，对吧？长时间的单调无聊呀，啊，他都忍受了。嗯，给大家来个开心果，开心果。吃点小零食，然后就准备做饭了。另外呢，他的爱好还有一个好处，他在娱乐自己的同时呢，又不影响他人。嘛，就是有的人干的事呢是损人不利己，有人干的事呢是损人利己。这种他是利己又不损人啊，啊，多么高尚的行为，对吧？寄情于山水之间，远离人群，拥抱自然。到手两罐，到手两罐啊。青哥，颗粒特别大。你不用说，你可不知道钓鱼多费钱。行，那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替他辩驳了。谁让你买那么贵的东西呢？你能钓多少鱼？你心里没点数吗？你买那么贵的工具？你忘了以前上学那会儿，大家都说的是差生文具多。啊，你随便姜太公，愿者上钩，你就拿个棍拿个绳，连钩都不挂，你爱上钩不上钩，我就没想着钓你。心态放好。
少花点钱，要不然你们俩挨骂的。嗯。我说让我洗个手，我刚用那个湿纸巾擦了一下。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来吧，开始展示。展示啥？厨艺。哎呀！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肉。肉啊，这是个烤盘啊。对，这是烤盘。烤盘这么先进。先不开，先不着急。你不开是吧？对对对，一会儿。可以先说一下肉。这个肉可不一般，今天是破价机制，因为今天是一个烧烤小专场。安格斯肥牛啊 ，Now I'm introducing the slices of beef imported from South America， okay, 南美乌拉圭啊，分装地山东滨州，保质期24个月啊，冷冻保存。OK， 我们日常卖的话就是5盒，今天是小专场。6盒，159.9元，一共6盒是吧？对。一盒是4两，算下一盒多少钱？30多。安格斯肥牛啊，价格还行。26.6元，对，不到三十。这个烤盘咱也卖吗？烤盘在2号链接。我说讲一下烤盘，我也是刚见到烤盘，这就是很简单，你看，这就是它的插，然后这是它的线，然后这就是它的烤盘，结构比较简单，占地面积比较小。所以对很多来说很友好啊！你这现在买个厨具，我天，整个厨房塞得满满的，使用频率又不高，又特别占地方，这多钱？52。烤盘52。70块2。哎呀，那这烤盘可太好了，又便宜又省地方。对，有36，有44的。谁也不是天天烤，偶尔烤那么一两次可以，很好。嗯。直接就用起来，操作起来。这我现在开啊。再先开火。有个旋钮。直接拉到3。对，旋钮就在这儿。对，然后它有5档，咱们可以直接调到3档。啊，这样才是开。对对对。哎呀。对，如果它开了之后，这儿也会有个灯就变亮了啊，看到没？对 ，OK， 看到这个红色的灯亮了就是开了，转一下就行，没有亮就是没开。对，而且它是油温上的温度上也很快。烤盘送不了呀，它又不是一个产品啊。嗯，再来第一步。你159.9元买了6盒肉，还要送烤盘，那就不是安格斯肥牛啊。对，那就是。那是吹的牛。嗯。吹的牛。吹出来的安格斯肥牛。其实我们这个肉真的相当便宜。刷点油。喂。手法很专业呀。哎呀，必须的。润一润笔。得刷均匀一些。哎，其实这个。我觉得甚至煎牛排可能都能用，只不过煎不出来纹路而已，但应该能煎。对对对对，嗯，然后可以就放肉了。来点那种山东淄博小饼，有，一卷是吧？有。山东青岛人喜海籽儿，还是要这个咬舌尖发音的。Happy 就对顶舌音。咱就直接多煎点。因为现在人多，哎呀，香啊！快，手一起过来吃饭了啊！来，镜头前的朋友们别看了，快，手机放下，洗手去，过来吃饭。我瞬间这个香味就必须的，牛的脂肪已经散发出来了。哎，咱如果再加点洋葱，哎呀，我看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吧。你别说，这个烤盘其实挺好的，就是符合我刚刚所说的这几个优点。第一个，烤盘很小，省地方，现在厨房真的没地方放。第二个呢，便宜，哈哈。第三个，结构简单啊。谁能整天烤呀？就能满足偶尔的食用就挺好的，都已经。天哪！主要咱这个肉好，你看煎的时候它其实一点也不散。快来，拿个碗。来，哎呀，你要洋葱是吧？那我给你加点洋葱。加洋葱。哎呀，我这衬衫上溅的全是油点。
这才有露营的感觉嘛。哎呀，这个肉！其实大家露营都喜欢自己淋一点这个烧烤料，是吧？嗯、加点蒜片。哎呀，是吧？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快，镜子前的朋友们，洗手了，过来吃饭了啊！哎、真的好香啊！必须的。这太香了吧！好孩配好肉，孩也不能就是方便用吧，主要是厨艺好，性价比高。可以撒一点料，哎，这不能给上面撒，你只能在你的碗里给上面撒，之后这个油就越来越脏，黑乎乎的，明白了，肉就脏了、嗯、好有经验啊。哎呀，这 给妹妹也来着，妹妹多吃点啊、哎、这个不会触发这个烟雾报警吧，开关吧，吹着呢，糊住了啊。嗯，好吃、啊、必须的，就是这种雪花肉好吃，如果太瘦了没味儿，而且这个肉它很筋道，火有点大，我觉得宇辉你可以尝尝，这肉相当筋道，火大了还没翻呢就已经卷起来了。对，导演你就给二分之一的镜头，然后就给到这儿。我说能煎，你看土豆片也可以煎啊，红薯片也可以煎。咱煎牛肉片是我们货架机制。牛肉片货架机制。今天到手是六盒。这要是去饭店吃，这一顿得可贵了。对，这种适合在院子里啊，或者阳台上，是吧？对。这火的反应还挺大的，就是挺明显的调整。很灵敏。对，拧了一点点，然后立马火就明显偏小了。烤盘在二号连接。烤盘在二号连接啊。对。吃点，目前白色烤盘也卖没了，只有黑色的了。白色的卖没了。对，烤盘还卖的挺好的，是吧？是的。你看，它就是切中了很多人的诉求。嗯。就是我可能就是偶尔，哎，比如我这个中秋回老家了，农村的院子里啊。对。我就可以一直烤肉吃，但是我又不至于买特别贵的这个厨具，因为没有必要，对吧？我使用频率又不高，或者特别大的厨具，所以这个烤盘还是挺切中很多人的诉求的。你看这个牛肉啊，它这个煎完之后，它的油脂就留在这烤盘上，所以越煎然后就会越顺滑了。但我刚这个没有彻底解冻还是不行，你得解冻，要不然这边的糊了，里头还是生的。快洗完手过来吃饭啊！来来来，太香了呀！而且这个肉煎完一点也不散。吃起来非常的，你想想，现在就是中秋节，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然后呢再把这个买的东方甄选的月饼提前放到盘里啊，还有那个石榴切开包一下啊，还有那个瓜，今天还有那个瓜吗？瓜没了，今天没有瓜了，再切点瓜。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现在可喜欢回家了，吃吃喝喝的。小时候很向往远方，去过远方之后发现还是家里好啊。肥牛片，肥牛500单，嗯，咱可以。肥牛不多的，这刚好煎完就给它清完了。已经熟了啊，快拿盘来，这几个都再煎都糊了。宇辉可以尝点，尝尝。好，咱可以关火了。哎呀，你看这上面现在全是这个牛油啊，这块。嗯。再尝尝，我这个太多了，我吃一片就行了。行，剩下的你们吃吧。好好好。哎呦，对，你给我一个筷子，我不能拿这个夹子吃。嗯，这个就是油煎的有点厉害，你自己在弄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点，因为这个肉里头肯定会有水。肥牛片今天是五盒，还挺烫的，你注意安全啊。159.9，159.9，六盒是吧？对，六盒。平时的话是五盒，今天破价了。哇，这个烧烤料咱买吗？烧烤料在链接里有。有啊。嗯。这个料特别好，我再吃一个，还是料，相得益彰啊！相得益彰，结合精湛的厨艺，真的是，你何必要分高低呢？合作思维，不要竞争。嗯。哦，辣的这个料也好，这个衬衣今晚回去得洗了。料在三号链接。其实没有，我观察有袖子上有。烤盘就200单了。烤盘就200单。对。然后咱们肥牛片的话也不多了。我看大家都在说好香啊，都馋了。必须的。为什么要在晚上9:30看到这个？把这些都给你们煎了吧。行啊，太行了。这有一块打开。卖东西咱可能卖不动，霍霍样品那一身劲，我跟你说。但是就剩300单了，是吧？我估计你这一盘煎完也差不多。这个其实在外面烧烤店、烤肉店买，这一盘都得50-60。这盘上温的速度还挺快的，刚一开放进去就有滋滋的声音了。肉不能太瘦，太瘦不好。其实你回家，你要是牛肉吃完，你也可以弄点五花。五花，也好吃。我觉得煎个大虾也应该行。煎个虾，煎个肉饼，煎个烤肠。哎呀，东方甄选那库存终于能消消，能霍霍完了。一冰箱的东方甄选，啥时候吃？这个节日回家老家吃，我再煎两片蒜呢。蒜不能煎呀，蒜生蒜吃。来点洋葱，洋葱。烤盘你在一开始刷油的时候刷均匀点，要不然边上确实可能还会有一点粘。烤盘卖没了。烤盘已经烤了，今天烤盘卖了3000单，一奖没奖。啊？已经卖了3000单。是今天一天还是刚这一会儿？基本上就这一会儿。就这一会儿。看来很多朋友跟我的诉求很像。是的。这个很多朋友说。卖床垫，卖个1500的床垫，谁住那么便宜的床垫？给我找10000的。在董宇辉的这个建议下，很多朋友明明有钱，却开始了消费降级。过两天给你找，好吧？但那个也够用了。天哪！熟了啊！这人熟起来也很快，因为肉片很薄。嗯。牛排也能拿着煎，实际上。快快快，端着吃。好嘞，咱先关火。哎呀，我现在胳膊上全是油点儿。哎呀，要不是因为我要在镜头前保持帅气，我早都喊出来了，我告诉你。早就去新疆了。真的是。现在擦没用，没事。开玩笑，一个大厨怎么能因为这种小事情？没事，不用出来给你。哎呀，我在我家里炒菜，每次在厨房唰唰，电勺上面的火哗哗哗烧着，然后他们就害怕在那边喊。啥呢？收了神通吧？真的是。然后每次完了之后，他们洗锅，服了，让你不要颠，你不听，墙全给你烧黑了。油烟机上面都是熏黑的。肥牛片还有300单，还有300单啊！对，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日常咱们日播是没有的。OK， 他们说是烧烤专场啊。嗯，烧烤小专场，我给它开掉。开了。火不能太大，太大的片薄容易
焦。对对。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吃那种焦脆的感觉啊。哎，我就爱吃焦脆。是吧？最后230了，最后。可香了，你不吃点吗？吃点呀，这能不吃吗？朋友一想，哎，冰箱里还有去年买的肥牛卷呢，那你就别买，你买个锅就行。我们这个保质期18个月，其实也能放到明年。没必要，先吃完了再买。快端着吃啊！我属于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对。熟的很快，其实因为它片薄。薄的叫牛肉片，厚的才是牛排呢，朋友们。对，有自营的牛排。上的是吧？澳洲的。上了吗？嗯，再购车。有型好的没？就是化冻的没？没有。我有化冻的，我给你煎一个。牛排可能煎的会比较。可以煎，这上面能煎。啊。Trust me， 完全可以。而且因为它融化油的脂肪，煎牛排会更香。牛排你煎的时候啊，就基本你只要看这一面，比如说你下一面再煎，这一面只要血水渗出来了，就翻，哎，就是啊，肌红蛋白其实就是血水，只要血水渗出来，立马就翻。然后基本上你看着这边出血水，当然时间，因为每次火的大小不一样，然后翻过去也同样的时间，你要出锅，这时候差不多就是就可以有这个5分熟了。火大一点，甚至都7分了，都是吧，孩子们。拉五分呀。松茸拿来。松茸就来了。我们需不需要把锅清理？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油里头煎的更香。可以。嗯。因为它有牛油的脂肪，你可以把锅推远一点就好点了。好。就不至于给身上溅的太多。哎呀，还准备了黄油啊。嗯，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松茸。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先给你聊聊松茸。对，其实这两天如果去云南的话，正好可以卷菌子。其实已经很多油了，黄油就只是让煎出来东西更有奶香味而已啊。我们今天的松茸有四个规格。四个规格。对，因为它们的长度可能不同。OK。我的火得大一点。我把火都关了，怪不得没反应。我说抓小人，松茸不会有小人的啊。松茸烤盘没了，问他们为商家起来加班。行，打电话了。打电话再打是吧？嗯，对，已经联系了。评论区所有人在要烤盘。好了，行。对，大家可能家里肉还没有吃完，但是突然发现，哎，这烤盘还挺好用的，是吧？很简单。松茸其实更好熟。简单一点松茸生着吃都行，真的生着吃都行。尤其咱这款品质还特别好，香格里拉，不好吃，一股葱味儿。嗯，所以建议还是用黄油稍微煎一下。我骗他呢，还真有葱味儿，哪有葱味儿？松茸怎么会有葱味儿？不行，油没有热。我不现在有这种淡淡奶香味儿。奶香味是来自于黄油，哦，跟松茸没啥关系。咱这个切的是9到12厘米的，松茸加芥末。烤盘是用电的啊，这儿有个插线的，看到没？后边个很简单的线，结构相当简单。黄油就是有奶香，但是黄油容易高温容易糊。很多人现在煎牛排人就用这个，我们的菜籽油你都能煎，橄榄油你都能煎。黄油煎的是香，但是黄油容易糊味，如果温度高的话。
天哪，这个鲜味已经弥漫了。是因为样品太贵了吗？所以只切了这一点？嗯，也是。是是吧？也可以多切点。那就多切点吧。切点行。嗯，把火完，你们一分。我给大家讲一下吧，因为很多人可能家里没吃过，听说过。好东西，价钱贵，然后产地是香格里拉，基本都是在3500米以上的这个高海拔的原始森林里头。它是在松树林里头，下面柔软的这个松针，阳光雨露汇集之地，长出了这样精致的东西，可以直接生着吃，刺身呢，当然你也可以煎着。我们这样煎的时候，里头这个刚才有煎牛肉片的牛油，然后还放了一些黄油，所以它会很香很香。当然价格比较高啊，看你自己，你要能接受的你买，觉得太贵你别买。嗯，果然放了黄油豆很香啊。跟厨艺没啥关系。咱们是产地直发啊，我们松茸。产地直发。对。不是，我来帮你端盘，你来。正好松茸煎好了，快来吃点啊。我说还要放点盐，可以放，但是它味道其实很鲜，你放盐是一种味，不放盐直接这样吃也行。云南，你看到云南吃菌子，它其实整个味道比较淡，它又不是吃那种麻辣火锅，因为你就是要尝菌子那个鲜味儿，然后如果味道重的话，那个鲜味儿你就尝不出来了。烤盘好像说是在家是吧？是在家，在连线。马上。哎呀，你看这个香味儿。之前还有很多朋友说松茸不会吃，其实这样一煎的话很方便。你也可以洗干净了直接吃就行，但是你可能受不了，它吃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味儿，松茸本身的味道。菌类的味道，对，菌子的味道。煎一下。煎的时候黄油就是会给它煎出一种奶香味儿，就是松茸本身的香加上的奶香。如果你直接用家里那种橄榄油，或者买我们那个高油酸的菜籽油也行，也能煎。嗯，只是有黄油的话它更相得益彰。有黄油就吃，就是黄油味儿加松茸味儿，你要用其他油就是松茸味儿。想加盐可以加点盐吧，有的人如果他平常就喜欢有味道的东西，如果你就是你觉得这么贵的东西我得吃一下它到底是啥味儿，那你啥也别加啊，哈，就纯松茸都行。看滋啦滋啦的，来自香格里拉3500米以上高海拔原始森林，阳光照过的松树松针落在地上，踩着非常柔软像厚重的地毯，潮湿，经过漫长时间的这个作用下，那些松针在地上越来越厚越来越厚，然后就在其中长出了这样的松茸，基本上都是在这个50年以上的松树下面共生的这种，所以你能吃到一种属于那片山林一种独有的清幽的香味儿，还有松茸本身的滋味。贵就是贵，少买点少吃点费钱。嗯，对吧，啊，然后我这手上面溅的全是油。嗯，好吃是吧？嘎嘎鲜。跟他们分了，让一人吃一个。我们再展示会儿，一会儿就分。嗨，给大家说一下规格，然后就可以回到第一场景了。好，卖完了吗？对，这款库存不多了。哦，看你朋友说没了。对，因为它很多种规格。朋友说再沾点烧烤料，你是非把好东西。就吃成串的味儿是吧？再沾点烧烤里，你再破个蒜，我们来了，蒜来了，淄博小饼，这糟蹋东西！你买这么贵，结果你再撒点烧烤料，嗯、松茸加蒜也行，但是就我觉得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吧？啊，你尝一尝松茸味儿，
东西放的越少，你越能尝得出本真的味道。最后你自己家里食材这么新鲜，还把它放的那么盐、那么辣、那么齁的，你又不为了掩盖食材不新鲜？嗯，真的很鲜。我这是自己吃玩呢，你自己吃不要加蒜，就吃松茸本身的味道就行。我们五到七厘米的不多了，可以，其实可以建议先拍个五到七的，500克的先尝尝，是吧？尝尝鲜。我这刚这个朋友是吃的口重啊，嗯，不加蒜，你自己吃不加蒜，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啊。对，我们可以达到回复了，达到回复了，吃饱喝足。那几个不煎了？这生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中。说到就是这样啊，说到赶快吃，别放，你就是个没法放，你就算放冰箱，它颜色也会变。要洗净，洗干净就行，洗干净切成片，它上面会带有点沙土呀，很正常，因为它是从这个从土里，对，松树下面的这个松林里找到的，地瓜一样，给你们吃吧。好嘞，好，我可以场景切回去了啊。OK， 我说你吃点儿好东西，给他们吃吧。真的很好吃。这些导演孩子们平常也挺苦的，给他们吃点好的。小苹果，这个苹果最近卖了很长时间了，很有味道。个头不大，但是很有滋味儿。小而美。嗯，能保存几天？是松茸吗？三四天吧。可以冷冻吗？冷，也不是，你冷冻再解冻完吃的味儿不对的。对，要是吃鲜的话，你吃就是鲜。对，就是三四天，三到五天。就是你放几天，它的味道就会。就如果你的味蕾特别的敏锐的话，你放几天它就减几分，放时间长了颜色变了就真的不行了，不好吃了。可以冻，可以冻，然后你再解冻，但是还是有一点差异，能吃出来。他问的是松茸，不是苹果，苹果放多长时间都行，冰箱里冷藏放一个月都能放。24.9，14-16左右是吧？对。这个苹果放几天是能放成那种干粉干粉的那种口感，它是能放粉的。其实，两种都各有特点啊。苹果洗了，上面还有水，你看到没？朋友担心苹果没水。这个是嘎啦吗？不是嘎啦。已经卖了，现在没了。卖完了是吧？1500单。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听过嘎啦这种说法。应该不是嘎啦。莱西秋月梨。青岛的是吧？莱西是吧？可能跟山东没缘分吧。小时候的金帅，金帅就是黄元帅是吧？需要朋友自己拍啊。这个梨就是皮有点厚，但是它确实还挺好吃的，汁水很多，然后呢可以炖汤啊。这两天呢北京的晚上已经开始很冷了，嗯，10几度。昨天晚上因为失眠，我也睡不着。我现在睡不着，我就干脆不折磨自己，放过自己，起床，转圈，绕着小区转圈，然后夜风袭来，感觉异常清凉，嗯，就这一刻突然就觉得自己很孤独啊。烤盘，烤盘加了，需要朋友自己拍了。还有1000单，就剩一个规格。就是一个鬼，你看苏东坡睡不着了，他可以去找。苏轼，
怀民意味起，对吧？怀民睡着了，怀民，怀民敲门，快开门，怀民，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啊，把怀民叫醒，跟怀民聊天，结果非要写个怀民意味起，怀民的睡着，你把人叫醒了，行吗？如果有一个怀民这样的好友就行了。我说写书呀，睡不着写书。我那书啊，我越看越觉得没必要。你每天都睡不醒，说明你很有福气呀。能吃能睡是福气，你说人真正活一辈子的大事有多少个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咱们四点五斤礼盒款到手六啊，到手六个，到手六个五斤的礼盒款，礼盒款，然后呢，然后另一个规格是四到八个，对对对，吃饭睡觉其实就是这几个事情，就是真正影响你那个是人生直接幸福感的，其实就是这几件事情。然后呢，关于比如说生活中的消费这些，其实我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我在给大家试图讲一种，如果说你自己有，你家里可能以前做生意啊，或者你自己的上一辈给你积累了很多，你可能生活过能相对轻松点。如果像我们这一辈呢，年轻的孩子想要在短期内获得巨大财富的机会，相对来说其实是比上一代人要少。因为我们这代人已经没有时代发展的红利了，对吧？像行业基本上每个行业它都已经形成巨头了，所以你到一个行业迅速做出来一个很大规模的这个企业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巨头会垄断，然后它会对新生企业形成一种围堵。然后呢，房价也已经暴涨了，已经涨过了，然后工作压力啊等等东西其实已然存在了。所以你说你要靠持续的改善物质条件去让你幸福，可以，但是那一条很难的路。相比之下，可能你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消费习惯，然后呢，改变一些自己的生活理念，会让你的幸福感来得更强一些。就是活在现实世界里，然后用一种理性的思考去调整你的生活节奏，但是总是怀着一种非常感性的心态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喜怒哀乐，然后让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更加丰富。这些可能是一些更加可行、有效、简单的一些方法吧。那朋友，物质上躺平，精神上进步，差不多。物质上躺平，精神上进步。那物质上也不能躺平啊，因为如果大家都物质躺平，就是你看道家的东西你可以看，但如果全社会人都信道家，那废了，这个社会不会有进步的。很多这种就是我为啥讲儒家的东西讲的多，道家的东西讲的少，当然也可能是我浅薄，我讲的可能是不对啊。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在讲的是清闲、灭欲、觉力、气质，何必修炼自己，没用啊。清闲啊，灭欲啊，不要想，不要有这些愿望，不要有这些欲望啊，欲望是错误的，是有罪的。那大家都没有欲望的时候，没有人奋斗，很多时候欲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啊。觉利，追求利益是错误的，是荒谬的啊，是卑鄙的。清气质啊，知道那些有啥用，我不知道我也可以怎么样。就如果永远在讲这些的话，一定是出问题的，因为它是不利于一个社会进步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来调整自己的心态，但是不能把它当成为人处事的原则啊。或者说个别人可以，但如果全社会都这样的话，会出问题的。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简爱，简爱酸奶是吧 ？Jean Aaron， 你知道那个？简爱 ，Jean Aaron， 就是那个书嘛。哦哦哦，
就简爱。大家现在喜欢看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这片鱼塘被你承包了那种感觉，啊，就现在我们看这些仍然难以自拔，那，啊，深陷其中。就为什么对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一类剧，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你渴望那种看起来似乎是完美的爱情，尽管他人格上存在一点点的缺陷，但是他闪亮的外表和荣耀的家世，以至于显得人格上的一点缺陷不重要，无法自拔。你往往会发现这类的男主角都有特点，就是不通人性。哦，发现了没？是，就是极其的冷漠霸道，然后他性格上的缺点一定来自于一个悲惨的童年，他的家庭往往非常富裕，富裕到离谱，但他的父亲也往往就是性格里就是灭绝人性，冷漠到离谱。但是你理解他，哎，就是因为你看到他生活的这样家庭之后，你不由得激发出了自己想要保护他那种心，保护欲，保护欲。然后呢，他的母亲一般在这种剧中，母亲往往是一个非常温顺的小绵羊那样的人格，若有若无的，对，存在感偏低，然后只能就完了哈，那就啪啪把他父亲在那爆发脾气，说母亲，那不要这样。一般情况都只能是这样的人格，因为这样就让矛盾更加放大了啊。然后实际上我所讲的这些呢，并不是任何一个东西，就是大家看到叫做傲慢与偏见，看到了没？Pride and Prejudice， 看到里头的 Mr. Darcy， 有钱吧？有钱，神经病吧？神经病。而且那个书的第一句话，如果大家都看过，就是那本书，你听完第一句话，你说整本书的基调就是什么？就说 It is a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ruth that a man in possession of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说都承认的事实就是，拥有很多财富的男人缺一个老婆。你看开头霸道总裁爱上我，啊，考盘还有一千单。所以你看，不管当时写的 Jane Eyre、 Wuthering Heights、 呼啸山庄、简爱、傲慢与偏见啊，甚至大家看过那个 Beauty and the Beast， OK 啊，美女与野兽，就是他们都塑造了同样一类的东西，就是他告诉你爱情里你可以不必完美。我们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第一个，因为我们都不怎么完美。第二个，对方又正好很有钱，性格呢有点奇怪，但是他内心本质还是一个善良的人，还能容忍，而且他很笨拙，他爱的笨拙，因此显得可爱，有一点孩子气。他在犹豫和徘徊之后，会最终坚定的选择，只要最终是你就好了，这就符合了很多人对爱情的这个期待，所以就能解决，就能解释为什么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一类看起来非常脑残的剧啊。只要播就会有他的观众，因为我们对于爱情的认知其实很少有进步的。嗯，但是这个油，我在卖的是这个简爱酸奶，跟那个剧没有啥关系，只是名字很像而已啊。作家的 Jean Aaron， 他料表很干净啊。简爱主打的是一个干净，再给大家来个油。我曾经也看过那些啊书，我在大学，最后看不下去啊。啊，怎么能那么无聊 ？How dare you tease my poor nerves？ 啊 ，stupid！ 聪明 ，Mr. Darcy， 聪明。考牌还有一百单。考牌还有一百单。嗯。然后，给大家再讲一下这油吧。刚才烤肉的油就用的是这个。啊？烤肉刚用的是这个油啊。大家说这会儿不卡，你看不卡就上十万了。然后你去看一下，就那个时代他的剧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最后会发现啊，就是在那之后，这 Pride and Prejudice， Pride and Prejudice 就是傲慢与偏见，到现在200年了吧，快。人类对于爱情的审视其实没有这么进步，因为你知道现在发现，现在小孩喜欢看的偶像剧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旧的对于爱情的审美。灰姑娘渴望成为白天鹅的故事，然后不会控制自己，不会表达自己的男生希望得到一个理解并且拥抱他的一个人，他们其实是找到了一种心理所映射出来的另外一个自己。你发现直到现在也是，第一个男主人公一定得这个霸道，霸道到这让人觉得讨厌，他最好霸道的开着红色的跑车，啪停在这个自己公司的门口。他们家的公司业务神秘到从来说不清楚，但是富可敌国啊，甚至富可敌世界。多
啊，多金。然后呢，身边的管家仿佛手眼通天啊，明天可以让你去火星吃午餐。你发现了没？然后呢，一定这个男主人公身边有几个奇奇怪怪的姐妹，最好脑子都不要正常，越奇怪越好，就属于那种人格缺陷的那种。一定得有这样的几个姐妹在身边，往往有一个非常蛮横无理而且粗鲁无情的父亲，再有一个极其顺从然后任劳任怨的母亲，这就构成了神经病的一个所有元素。恭喜你，只要你遇到了这样的神经病，你往往就控制不住，哇，他那么可爱，他那么帅，你就想要拯救他。一旦当你用拯救的心态去面对一个爱情的时候，你把自己就坑死了。你发现所有的女主一开始对爱情，那这部剧也火，就你能理解吗？He's crying. You know the kind of feelings. 这 This is stupid, right? This is not how the world works. 就像大家对于《卧虎藏龙》这款游一样，哎，就跟这个游一样，我也不知道跟哪一样，反正导演说一样就是一样。这种崇拜嘛，喜欢，爱不释手。哎呀，对，大家发现了，就是这基本上都是就是人性格上都要存在一点缺陷才行，就以至于后来他孩子爱上一个普普通通看起来三观正常的人，无趣无聊。董宇辉，你这种人一个字总结就叫做无聊啊，非常的无聊。你有病吗？没有病。你就是神经有问题吗？没有。你人格上有缺陷吗？不太明显。你太让我失望，就你这样的人还想找对象？你看过《简爱美》，看过《呼啸山庄》美，看过《傲慢与偏见》美，有没有了解霸道总裁爱上我？你都没有人格缺陷，我怎么爱你？对吗？根本没有成就感，你都不需要拯救，我怎么哪来的成就感？你得最好得身患绝症，啊，脸色苍白，得那样才行。精神和身体双重面临困难，我才有成就感啊！然后你最好在富可敌国，这样我就能忍受你脾气的暴躁。卖的是菜籽油啊，对不起，这个89.9元，然后还包含一小瓶啊，200毫升，大桶是5升。董宇辉，因为你脑子没有问题，所以咱俩不能在一起。对不起，你太无趣了啊，以至于我这没有任何好奇心，没有挑战欲啊。跟你最后你不需要拯救，所以我也很难产生成就感，啊，就这个意思。你没有发现你看到的这个啥都是一样的吗？然后你会发现，往往在这种剧里头，男二或者女二，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对象。发现了没？他往往也不差。他各个条件也都很好，而且他竟然是人格上完整的，他脑子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处于长期的表现被忽略、被拒绝、被伤害之后，最后产生了那么一点点妒忌心理，做出一点有伤人伦的事情，然后就被大家彻底黑化。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浓眉大眼的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他一直都是一个好人，干了一件坏事彻底翻盘，就是对吧？然后那个作恶多端的人就干了一件险，一点人性光，Snow, he's so cute, you know. 喝点熄灭汁吧。男二女二一般都完美，他唯一的缺点。他唯一的缺点就是爱上了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对吧？对，你发现了没？然后呢，他全程很完美，永远第一时间出现保护你，然后这个照料你，对吧？陪伴你，鼓励你，支持你。他唯一的缺点就是眼光太差，啊，看上了一个心智不太健全的人，而且这个心智健全人要一次次的伤害、羞辱、讽刺、拒绝他之后，他就做出那么一点点过分的事情，彻底黑化。就凭什么呢？所以大家知道，很多时候文字所讲出来的东西太主观了。你要是看着按着看小说去找男女朋友去谈恋爱，废了这辈子。有几个正常的人？小说里写过几个正常的人？正常的人写出来没意思。每天早上上班，中午办公室看书，晚上
卖菜，晚上再回家睡觉，失眠，小区转圈，重复写100页，多无聊啊！最好脑子有点问题，人格有点缺陷，暴躁、偏执、冷漠。然后就有点意思 ，interesting。Okay， sounds interesting。So what's your name？ Michael， right？Mr. Darcy, right? I'm Catherine. 这个卖的是天西梅汁，对不起，对不起，不能说你在干啥，我在卖西梅汁呢，卖西梅汁呢。别骂了，别骂了，在卖西梅汁，不能说你神经病，你干啥？三十小包，188啊。所以你不是我在这给大家想传递的是啥？就是第一个，你看200年前。The British, okay, they are reading kind of novel like that. Poetic love, but stupid love, right? I don't think it's correct. I don't think it's proper to find someone who's like Darcy to spend your lifetime. But people like that kind of story, which is stupid. 然后呢，先是英剧，它可以变成美剧，可以变成韩剧、日剧，后来变成港台剧，啊，然后再现在变成大陆剧，这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变化，故事的内核永远是那些东西。但是 you just can't help, he's crying, 就 ，OK， 它不能作为你这个谈恋爱的这个建议指导。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对于很多核心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的，其实这种理解啊。认知啊，没有进步，没有特别大的进步。昨晚不给你读的志向树，你有你的铜枝铁干，那我也有我的优点啊。我凭啥要这个渺小化自己？你脑子有问题，治病啊！你找实习心理医生啊，找我干啥？对吧？然后你知道了，这种剧想写多少集啊？很容易。你看，每次就是我以前给学生讲高考的完形填空，高考完形填空就是这种套路，就是故事它要平铺直叙就没意思了，啊，就是但凡是个正常人，嘿嘿，对不起，我对你不感兴趣，你但凡脑子有问题，哎呀，我想研究研究，你知道吗？你脑子有问题，那我可太感兴趣了。就是你发现那种故事他写就是基本上你看啊，这段时间他们两个男的发现是女的优点，然后女的发现哦，男的竟然在这么多缺点下还有一丝人性的光辉。然后两个人快要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故事发展极限的时候，这时候一定要么母亲出来了，变态啪打你巴掌，滚，离我儿子远点，滚，离我女儿远点，你不配。然后呢，就两个人就彼此要离开，然后到一段时间啊，都差到一定，但观众都觉得绝望了，没意思了，哎，他俩又得创造一个契机得复合，那这个得谁创造契机？他们俩创造不了，所以得出现另外的人嘛，对吧？这些人你随便安排无数个人，然后他们又好到一定程度，不行，故事如果只写到这儿，第二集结束了，得再出现一个男二。就是男二最好，可能只是在这等着替他挡一个什么东西，但是造成那种错觉，然后男主人公被看到。No, this is not a story. No. 生气了，然后两个人又分开了。然后呢，有一天又因为一个意外的东西，他俩又开始啊，很好很好，故事发展到好的程度，女二又出现了，女主人公然后手上提着豆浆，啪掉地上，包子啪掉地上，韭菜盒子掉地上。No, this is not a story. This is not my story. 然后又开始故事走向变长。想起多少集就看他俩分多少次手就行了。最好在中间得个病，失个忆。我说我就不愿意看这种，你是没看，你要看到哪天你喜欢哪个演员演这种剧，你也特别上瘾好吗？我跟你说，人很难逃出这种东西的。啊，这个男的看着脑子有问题，这个剧，家庭那成员越变态，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right? I'm gonna try this one. 大概就这种感觉吧。不是，你是吃的菌子，我刚吃的是那个啥，松茸没反应。哎呀，我超10分钟了，我以为我没到时间呢。你西梅汁咱还没说，西梅汁还没说呢。对，我在卖西梅汁啊。这个是 California prunes, okay, natural prune juice, which is beneficial to your body,
No added preservatives, no added sugar, no artificial flavors, no artificial colors. OK, 就是它很自然，就是纯西梅汁的意思啊，没有其他的东西。我给你分享的是不是那些故事的核心内核？对吧？这想写写多少集都行。这就是早几年的这种大家上瘾的剧是这种。这两年上瘾的已经不是这了。这两年上瘾的是这种人格偏执加人格缺陷，然后再加上爽文。大家现在特别爱看小爽文。你发现这两年所有火的剧本质都是一种东西，就是小爽文。嗯。琅琊榜看过吗？我看完的上一部剧是琅琊榜。本质是一个爽文。虽然我远离朝堂，对吧？然后呢，远居这个江湖失身，但是我了解这个江湖的运行规则，我认识每一片领地的这个大侠，我甚至可以直接操控远方的朝局，我甚至可以当场羞辱皇上。嗯，你算个啥东西，对吧？它本质是一个爽文。那人为什么会看爽文呢？是一种心理投射，就是生活中有的时候，就别人骂你不敢，你是个啥东西，我天天把你骂回去。甄嬛传本质上就是一个爽文。但是甄嬛传它的故事来源是啥呢？我给你讲过武则天的故事。你发现讲了一些先出家完了回来把皇上搞死，然后操纵后宫，是恨不得下一步登基，那不就是武则天的人生经历吗？对吧？爽文大女主。然后呢，这个不行，我觉得你这个缺的色彩缺点，穿越加人格扭曲变态加爽文，就是现在比较火的。哎，你瞬间好像想起来好几个东西，对吧？这个穿越，你可以穿越到古代当一个律师，穿越到古代当一个商人，非常挣钱；穿越到古代当一个，反正你 OK, you can be all kinds of, you know, people, OK? 啊，大概就是这种意思。我说生活太压抑了，需要那种爽文。都是这样子的，你以为有多复杂？网文，啪啪啪啪啪，一天写好多。你把这些元素集齐了，啊，然后接下来只要演员选的特别的漂亮，特别的帅气，再有那么一点点演技和超大的宣发，爆火。OK。啊，这个我下播了，对不起，我老实点。来来来，欢迎，辛苦宇辉。确实是现在很火的这个，之前看《琅琊榜》，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个上帝视角嘛，哎，对吧？都是个上帝视角，就他有很多的技能。嗯，呀，我干嘛？就现在纯恋爱脑的剧，大家已经觉得它寡淡无味了。对，你想，就大部分我们说大部分恋爱剧里头人性格都有问题呢，嗯，啊，心智都存在问题，人格都存在缺陷。大学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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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意思了，因为现在大家对于那种已经有点审美疲劳，元素有点少。对，就是我们的像我们这种正常人呢，是白开水。嗯，然后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呢，是酸辣水。酸辣水，大家现在喝一口酸辣水，没味儿。然后他喜欢穿越加人格变态加爽文，就是山西陈醋，然后再加一点加点什么北京芝麻酱。再加点四川辣椒，加点辣椒，那我这还是太没有想象力。嗯，我再来点芥末，加点猕猴桃，芥末再来点陕西猕猴桃，炖成酱拌在里头，还少一点点灵魂，最后撒一把孜然，然后上面盖上一点焦糖玛奇朵，可以的。猕猴桃已经卖空了，是吧？啊，就因为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嘛，原来的。然后大家喝一口。上头了，你确定刚才吃的这部剧要火了？没有菌子吗？确定吗？没有，我吃的松茸。我为啥今天晚上这么开心？因为你看现在人多，我再宣布一个，因为今天晚上我刚上播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在评论区起哄啊，哦，起哄说啥？让我就当时没有办法，他们就说董宇辉，世界这么大，你得出去看看。嗯，我当时就卖到了这个新疆喀什的西梅，对，我讲到了喀什昼夜温差大，他说你去过吗？嗯。你知道那儿温差有多大吗？就被嘲笑了。哎，真的被嘲笑了。被嘲笑了。纸上得来终觉浅，你胡说什么呢？你见过吗？被奚落。啊，然后他们就起哄，就投票了。就是投票。嗯，你得休假，从周末开始休一周的假。哇，真的吗？没办法，这个
评论区就乱了，当时就评场都是同意，场面一时间就难以收场，无法控制，评论区纷纷就喊同意同意同意，董宇辉兄同意同意同意，感谢队长。啊，就我上次看到这样，还是北宋初年抓黄袍加身，对，一呼百应啊那种，就是我都没有，就那个朋友一呼，剩下百应，我就被架上了，架上去，没办法。大家都说你现在看到小人了，有没有？有吗？我甚至是松茸，没有，没有吧？没事啊，没事。我就是为这个事情感到忧虑吧。真的忧虑吗？想工作又没有办法工作，就是、自己现在那个嘴角已经在不自觉的上扬。好难过呀、啊！又有一星期不能在公司。嗯，像我这样爱工作的人，哎呦，不行不行，我不能进来再待，再待我就哭出来。快点，不行，得把嘴自己嘴捂上了，这个表情管理不太行了。难受难受，不行了，现在说没有同意的，快点都那个啥，快屏蔽掉。他们现在为了让我心里好受一点，对，故意说我好听的话。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啊！因为我难过，你说。西梅到亮了，西梅到亮了，对，真的，你刚去不了，对，确实是，你可能要退票了，哎，搞不好今天晚上就出发了，啊，那咱半路上那得快，多吃一点，明天啊、哦、来不了了，你看大家都说，喂，于老师，来不了，来不了，啊，来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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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接，你不用接，来不了，来不了，起不来。起不来，你抬什么担架？起不来，起不来，嗯，咋样才能治？医生咋样才能治？喂，于老师，医生说得到去新疆去，啊，我这个就是现在，他说到新疆就能放松，我也不知道，是吧？是，反正医院现在是这么交代的，我先试试呗，好吧？行，你不用来，不用来，真不用来，哎，你不用，不用，不用看，不用看，别来，别来。我就先按医生的这个建议先治吧，嗯，拜拜啊，嗯，好好好，知道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什么早点回来？你放心，我病一好，我立马就回来，都不是早点啊。好好好，挂了。等让于老师抬着担架把你送去新疆。嗯，就是咱们这个西美的时候，这个家就这么来了。群里有朋友说：“云南朋友在吗？赶紧说咋治。”确实一个人一台戏，人生得开心一点，没愁眉苦脸的。咱刚才吃的是松茸啊，朋友们，松茸哈。啊，松茸，一会儿给你再煎，就是拿点那种黄豆酱，嗯，东北大酱，然后沾一口。经常嚼着吃，但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我一会儿不太敢吃了。哎，过两天都没关系。我主要是一想到我得出去一周，就是很痛苦，就是很痛苦。咱都是一样的，咱都是一样的。胸口痛啊，心痛啊。不行不行，我得下去哭了，不能在镜头前吃菜。来，再吃个西梅吧，这一口西梅，把我们一口到新疆。我们那个啥吧，快点准备一下担架吧，旁边真的可以。辛苦宇辉了啊，辛苦宇辉了。辛苦宇辉，一个人一台戏啊，真的是。松茸蘸大酱可以啊，松茸怎么着吃都行，松茸生吃都行，对，生吃都可以哈、啊。来了，给我们来一个这个法兰西的西梅哈、啊，就是刚才宇辉靠着这个得到了一周的一个假期。